哎，小心！阿娇，依我看，咱们今儿就先回去休息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在医书上看到说，这孕妇不能运动过量，你这么来来回回的，我心里不踏实。你不踏实什么？主要是你今天的步数太多了。 我是怕你这么走来走去，万一把孩子给走没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什么叫做把孩子走没了？这孩子是怀在脚上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这白天在玉满楼也走了一天了，也不差这几步。阿娇，这玉满楼咱们坚决不去了啊！现在生意也越来越好了，还有玉娘在照看着，不会出什么岔子的。你就在家安心养胎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在玉满楼也是多余的？ 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老板，把你们家最贵的布料给我拿上一份来。客官稍等。 客官，您请过目，这可是小店最上乘的布料。阿娇，我今天太开心了，高正和玉娘要成婚了，我也是马上要当爹的人了。坐坐坐坐。现如今，只要把傅太师这个蛀虫拔掉，替玉娘他爹平反，这一切就都完美了。 快睡吧，怎么有蚊子？就你这满身酒味儿，蚊子才不乐意叮你呢。快睡吧。嗯。莫非真有蚊子？ 无色无味，无味与火生焉，吸入后便会中毒，七天内便会离奇死亡。要找齐八种珍贵药材，才能解毒。可这解药所需甚大，要寻常剂量的百倍，才能炼出一人份的解药来。如若按照这位老先生所说，恐怕得3万两银子。阿秋，别算了。 这是怎么了？啊！我恨我自己，为何不自量力的要对抗傅太师？倘若我们留在云南，不来京城。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也不会连累到你们。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岳父大人。不管是来京城，还是一起对付傅太师，都是你我一起做的决定，我又怎么会怪你呢？ 从上庸、襄州，再到京城，这一路上，你帮了多少百姓，又救了多少黎民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都是有意义的。
你曾经不是教过我吗？比干挖心，始于施剑。古往今来，若没有无数忠臣义士的肝脑涂地，马革裹尸，那百姓又哪来的安生日子可言？ 就算这次的难关我们过不去了，咱们的孩子也一定会知道，他爹是个顶天立地的清官，他会为你骄傲和自豪。 相公，你在写什么呢？剑书。我得捋清楚自己的思绪，想想如何才能说服太子。你当真要去面见太子？ 如果我们成功找到这枯草散的解药，要去；若是此毒无药可解，就更要去了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不后悔。 你说，当初我们成婚时，若也能如此，相爱就好了。娘子，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 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愿守护那个世上最美丽的芍药花。不知娘子，可否还愿意和我这个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扛的穷酸书生相伴一生？ 我愿意。
漫长，我与你一念无恙，人世无双，三生情几长，愿你光芒万丈，似一张红如月白丝纱。好好跟你娘亲学着点，相公上刀。三生情几长，愿